做得好，长官。韩森博士愿意暂时待在我们这里，我认为他的技能将非常有用。很难想象，我竟然会在这里。很高兴你加入我们，你打算从哪着手啊？首先，你的医疗设备都很老旧，而你的科学技术根本就跟没有一样。或许我可以从这着手。哇哦，那么我猜你也许可以教斯特曼一些新招数，欢迎加入博士。 这是其实这个台词是因为他是第一集的关系，所以在那时候，这个科学技术是确实都没什么。可是现在的我们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，我已经知道我们既然已经有战斗力，这个科学技术难道不够强？好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中间的过程吧。你见过韩森博士了吗？当然了，我问了那个小甜心，肯不肯跟我回家约会一下？问一问又不会死，对吧？不过他好像已经看上了某个小白脸。是吗？那会是谁？我不知道，像是什么救星之类的家伙吧，以为可以冲进来挽救他的殖民地。该死的吉林。 该死的！就是，这是UNN台的唐尼，我们的凯特罗克维尔在阿格利亚一个边缘地带的殖民地现场，你在吗，凯特？好吧，看来我们的声音出了点问题。我刚得知蒙斯克大帝要直接向我们发表演说，让我们转到播报现场，演说已经开始了。我方最顶尖的军事人才都聚集在这里。 同时，我很荣幸地宣布，这次将由陀螺斯的英雄赫兰士·沃菲尔本人亲自上阵领导。沃菲尔？我以为他已经退休好几年了。有着沃菲尔将军领军以及他所率领的自治联盟精锐军队，我坚信这次新的虫族威胁不用多久就会被消灭。看到了吗，各位观众？ 在沃菲尔将军的指挥下，虫族的虫群很快就被击退。下则新闻就在虫族再度出现的时候，雷诺扩大了恐怖行动规模，纯属巧合吗？看完报道后自行判断吧。哥哥，你来对地方了，我们就看一下吧。恶魔犬，这是新的那个佣兵。 只强化的火焰兵，生命加60，伤害加20。火焰兵吧，我不会用，所以就这样吧。好，我们就去实验室贩卖样本。喂，好，伤亡快入手。好，我们再回兵工厂。 死亡哥布林，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研发。战群剑这两个都会需要用到能量来攻击，所以就应该都是需要啦。我是防御的这个药我知道，至于这个有没有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算了，我也不想用。 目前这样看来，我用得到的，我自己用得到的，都已经买了。好，就那就先这样吧，不要理他了，就存钱吧，存钱是很好的。我听过不少关于你的事，指挥官，自治联盟一直都把你塑造成一个罪犯，一个恐怖分子，看起来你是深藏不露。哼，自治联盟这么恶劣。 总得有人替弱小族群挺身而出，那人绝不会是蒙斯克。大帝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在阿格利亚的子民，还有全国各地流离失所的人，全部都逃到曼霍夫的难民区，在各个营地都有暴力和疾病的报告传出，但是大帝完全没有采取动作。我会去处理的。
救那些人感觉真好，但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需要帮忙。我们没办法面面俱到，长官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得做榜样，并给他们希望。每次我们帮助人们，就像朝着更美好的未来迈出另一步。我知道，麦特。但过了四年，我们推翻蒙斯克的日子仍然遥遥无期。现在又有虫族来搅局。你指的更美好的未来，最好赶快来，要不然到时候没人能活着看到。没错，我们就来执行任务，继续扣掉查尔之后，我便要往左手边这个哦，曼霍夫，也就是他们的新的那个什么，刚刚那个韩德博士说的逃亡，就是逃避难所。好了，反正我们就来看吧。吉姆，新域内的难民们目前都把曼霍夫这个地方当作中继站，但是有这么多人挤在一起，某种传染性的疾病开始席卷整个营区。求求你，我的人民需要救援，我们一定要在无法挽回之前做些什么。好，这一集我们将获得新的单位，就是饿狼，跑得很快。好了，这不重要。暴走，对啊，这一集就是看着人类被感染的时候了。开始吧。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，博士？我们的数据显示，有某种生化感染物正在难民营中蔓延开来，就连建筑物也被覆盖了。我曾经看过这类东西，这是虫族的病毒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切烧毁，每一栋被感染的建筑都必须被摧毁。但人都到哪去了？哦，不，那些东西是被感染的难民，这简直是场噩梦。对，那一点也不好。看来他们会在白天的时候遁到地底下，只在晚上才现身，一定是病毒让他们容易受到曼霍夫星上高强度紫外线的伤害。我们白天就攻击被感染的建筑，晚上就保护我们的基地。别担心，博士，我们会抑制它的扩散。雷诺哥整个就是脸都窘掉了，看到这个画面，的确啊，就是塞不久，我也觉得很久，真的。只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，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看到一颗星球的图案，然后后面就会有这个蓝色的能量。像第十五集的超级行星也是，这个蓝色是星球的能量的意思吗？哎，这个搞不懂。换一下，我们就先开始吧。然后有老样子，游戏速度。我仍然想不透到底要怎么搞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你的决定。尾随在后。好吧，弟兄们，我们不能冒险让传染蔓延至整个营地。我要设立封锁区，所有人碉堡就定位。吉姆，你对那个女博士很体贴哦。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替那些该死的臭农夫而战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是老板。各位，三个点都要有，这后面屁股，这后面。然后他们稍微打一下就一定会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在破掉的状况下就是在等你收到工。这次谁要一些金矿不足？最后面也要有碉堡，在30秒内夜幕低垂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然后第一波大就起火制火，我注意到了，准备烧烤喽，下命令吧，准备烤肉吧。再见。我们必须撑到日出，做好准备，情况可能变得很糟。收到，准备行动。附属建筑完成。
金矿不足。在夜里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发动攻击，他在白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躲起来。这些难民的血量其实，拜托，杀了我，也不多了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伤在哪里？刚开始只是让我们试试水温，所以不会，攻击不会很猛烈。啊！想尝尝我的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好，在这边就稍等一下吧。等那个死亡哥把，等白天，白天死亡哥会把那个二郎送过来。马上行动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谁要一些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这一集我就不用用兵了，有点麻烦。需要用吗？不要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来吧。让开！老大，我拿到了你在马尔萨拉看过的饿狼结构图，应该不错用吧？准备完成。好，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出发，尾随在后，尝尝我的重要工作是吧？太阳升起来了。我们必须再坚持一下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我有麻烦了。收到。啊！尝尝我的力量，准备完成。快起床，孩子们，我们搞破坏的时间到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好的。啊！你吓到我了。请说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是谁呼叫舰队？准备出动。是你在打招呼吗？这时候，那个什么受感染的巨人没办法静静的坐着不动，对，躲在里面。笑出你打，那是某种巢穴吗？你最好把它摧毁掉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哟，喂，好啊，尾随在后。看来呢，按照号码排好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好吧，这一区安全了，干得好，弟兄们！现在往下一区移动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在白天的时候怎么打都没关系啦，所以就是打的。坏消息吗？肆虐就好。尝尝我的力，我无法在这见到。我有麻烦了。附属建筑完成。啊！金矿不足。呜呼，下班。
只右臂的到处肆虐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好了，不要紧张，补给站再见。有点慢了。收到。是的。毕竟我选择的就是瞬间剑剑的那个。看来这区已经摆平了，吉姆，最好动身前往下一个。防道已输入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好的。让开，要通过了。我有麻烦了。别动！你大幅削减了他们的数量，吉姆，你真是太棒了！真是太棒了！升级完成，升级完成。扫描取得了一种独特虫族身体讯号，它看起来像是一只能遁地的生物，白天躲在地下，只有晚上会出来活动。长官，如果你杀死那些生物，斯特曼可以研究他们，而且可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。看来这个区域已经安全了，坚持下去，伙伴们，我们可以办到的。哎，我现在是白天，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我可以把他打死？我要换敌人了，是吗？在30秒内，夜幕低垂。其实我发现我多建了一个云台阶。看来这区已经摆平了，吉姆，最好动身前往下一个。因为一个星际站就是的，长官。上下场，然后我的资源其实并没有。我有大被感染的陆战队，欧天杀的机密。我才不在乎呢。你应该部署一些守卫，他们很快就会再度来袭。不，那样一定惹恼了他们。或许我们应该等到白天。巨人，动！故意去惹火敌人呢？不说怎么样？我有麻烦了。准备出动！是人类吗？我没办法静静地坐着不动，需要协助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你也
手拧脚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我有好，开始吧。为了增加游戏速度，所以我选择黑夜都有进攻。什么事？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不要忘记，你必须要在天黑前回来。我都天黑了，冲出去了。没问题。何必等？准备行动，对不对？什么事呢，九？好吧，这一区安全了，干得好，弟兄们！现在往下一区移动。白天的时候就把军队高能瓦斯不足。黑夜。第二集还是第三集，我们就已经派出三军舰那边很烦。是谁呼叫舰队？内区已经侦测不到其他被感染的建筑，吉姆。意思。这个区域安全了。是谁呼叫舰队？弃船逃生！弃船逃生！都弃船逃生了，要怎么办呢？高能瓦斯有人都负责。我削减了他们的数量，吉姆，你真是太棒了。收到。好，顺便回家一趟。高能瓦斯不足。哇，你身体都很了解啊。是谁呼叫舰队？讯息转接中。然后就是无限的陆战队大军的时候，可是我好懒，懒得用。怎么样？就是把军队先调回来，然后全部框起来。因为如果你用 F2 框的话，那是什么？连工程坦克都会被框到。好，我来装作他们现在是地点不会动。可是我不想。什么事呢，指挥官？能量够。好的。尾随在后，休了，是你在打招呼吗？在30秒内
金矿场已经耗尽，你就快要完成了，只剩少量受寄生感染的生物标记，我会在你的地图上画出他们的地点。你的眼睛睁大，他们的同伴会越来越多。管他是越来越多，不会越来越多。要走吗？因为都被采光了。他们是依照那个建筑数量去升，去产生那些单位的，就是感染的人类。所以你只要打得快，当然可以。你办到了，吉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现在我必须带我的人民到安全的地方。没那么简单，亲爱的，这整片地区都爬满了虫族，一定有什么地方是那些外星人还没去过的，某个尚未探索的天堂正等着我们。随时都保持着希望啊，孩子，好吧。我们这一集就这样子被三群剑扫空了，我们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就下期见呗。